拉普纳海滩呢，紧邻 Newport，离尔湾呢也仅有20分钟车程。但是跟那边整齐划一的房子来比呢，这边的房子其实更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很多的房子呢是始建于1950年到1980年之间，甚至有更古老的房子。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喜欢这里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喜欢把这里的旧房子进行改造。我们时常看到，在悬崖边或者在不同的这种山坡上，会有新翻建的一些豪宅。新翻建的这些豪宅呢，价格当然也是不菲的，但是主要它的一个价格呢，取决于它可以看到多少的海景，可能转一个角度呢，它的价格就相差很多。那么整个城市的家庭年收入呢，是在12万多，其实已经跟我们 Newport 差不多了，是一个家庭收入非常高、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那么这里的房子呢，基本上就是从200多万起，那甚至到上千万的豪宅都有。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栋房子呢，就是1420 Delmar Avenue Laguna Beach。那么这个是个4房5卫，它的售价呢是249万5。这个呢是一个3层的房子。Laguna 很有自己的特色，是它第一层呢先是车库，第二层、第三层都是居住和活动空间。因为这里的地是非常的稀少的，那么有的房子呢甚至是没有车库的，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第三层吧，也是它主要一进门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客厅的区域。可以直接面对的呢，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海景。今天呢天气还是有一点点雾，有一点点阴云的，海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其实已经离我们很近了，阳光十分的充足。你看它的特点是，它这面呢全部都是玻璃，包含了它上面的这个顶，所以现在还是拉着窗帘，所以它阳光很充足。刚刚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进来先是他的客厅，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餐厅，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一面呢，其实仅仅是一个书架和一个小的水吧，上面其实是没有空间的，只是为了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感在这里。再往前面来看，就是他的一个厨房。那么这栋房子呢，是独立屋，建于1997年。当然这里的房子呢，不像是我们看到了尔湾的新房，有非常大的落地窗啊，非常高的层高啊，可以看我们层高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这个呢房子的室内面积是2640尺，再往里面来走，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公共洗手间和洗衣房。它楼上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卧室，一个主卧，算是可以连接它的后院。下面那一层下去呢，也可以连接它的后院。这边很多房子呢，其实什么样的人在居住呢？一个是艺术家，我们之前有介绍到这里艺术家非常多。一个是退休的美国人，很多人喜欢可以徒步，可以非常近的走去海边或者去冲浪的爱好者，都是很喜欢在这里的。或者还有人买了这里房做 Airbnb。就是我们出租给一些家庭啊或者朋友啊，很多人都是美国人，对海是有着非常深的执念的，所以非常喜欢海，所以这里的 Airbnb 也非常多。我们主要的活动区呢，其实在楼上，然后下面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家庭房，还有另外的几间卧室跟书房。这边呢，因为是依山而建，很多都是这种悬崖式比较陡的。如果亲身来过这里呢，就会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上坡下坡的路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多房子才能错落开，看到它的一个海景。
那么从上面下来呢，我们知道这种叫下沉式的，外国人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层次感的房子。那么这层呢，同样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海景的，我们现在可以到它二楼的阳台，每一层都有它的阳台，并且这一层呢也可以单独的出去。我们现在刚刚我们可以看它周边的这个环境，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尔湾或者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房子的城市环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了。这边也都是错落的这种依山而建的别墅。那么这边呢，可以说其实它的占地真的并不大，它的占地面积呢只有2868，房子是2640，当然是三层加起来，占地面积是2868尺，占地不是很大。那么这边呢，房子的持有成本低，因为它是没有小区物业管理的，那么它就没有一个 HOA 的费用，然后地税呢也是很低，在 1.1 左右。那么再来讲一下它这个的学区，我们以为就是很多在旅游景点的地方的城市呢，其实它的学区大家会认为是不好，其实这里的学区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已经能达到9分，这个成绩其实是蛮好的。并且这边到我们很有名的这附近的San Juan Capistrano的一个私立学校呢，大概也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很多人选择在这边上学，这边居住，也可以到那边去上私立学校。我们再看一下里面，二楼下来右手边呢，这块空间它是用作了一个书房，一个 office，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看它什么还都想到了一些。然后这边呢是另外的两间卧室，这间卧室同样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后院，虽然后院也不是很大说实话，然后可以直接连在我们的后院，对于我们的这空气的流通感我觉得还是更好的，因为它是下沉式，这样不会影响到我们空气的一个流通。这栋房子是37 Lagunita Drive Laguna Beach， 室内是5房4卫，室内面积3767尺，占地面积是5500尺，目前的售价是670万。在 Laguna 区域少有的带铁门的社区，并且有警卫巡逻。这栋看似低调的别墅，其实室内别有洞天，是一个下沉式三层全景海景屋，只有几步之遥就可以到达海滩。首先一进入房屋内，墙壁的玻璃天井门到无边无际的海洋和天空，你一定会被客厅跟餐厅壮丽的景色所吸引住。右边是带有花岗岩台面的大厨房，左边是主卧套房和温泉浴室，楼下是3间额外的卧室，每间都有自己迷人的海景露台。这座住宅提供了大约3779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并且有一个宽敞的后院。除此之外，沿着室外的楼梯来到最底层，还有一个独特单独的一室一厅，非常适合亲朋好友来旅居暂住。住在这里，你可以在壁炉旁舒适地观赏鲸鱼迁徙，也可以在距离家只有几步之遥的维多利亚海滩漫步，尽享拉古纳带给你的美好生活。